家好，我是小凤，知道我搞这个竹编用来干嘛吗？等一下你就知道了。搞不了啊！哦天哪，这搞不了！你看我们这里很大风啊，这里可能有十二级风都有了，搞不了了，这个实在盖不了了，这要明天来盖了，你看，这要吹掉了。